大家好，我是新党主席吴成典。农历新年呢即将来临，这是我们迎接的是龙年。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啊，龙是吉祥的象征。祝中国台湾网在即将到来的龙年呢、宏图大展，也祝我们海峡两岸的关系呢、可以共享龙带来的吉祥好运，蒸蒸日上，加渐入佳境。新党呢，一定会秉持着过去一贯的这个实质，我们期待两岸和平统一，追求两岸和平统一。祝福大家有个好的年，谢谢，祝福。